好，花莲呢最近忙于疫情，但是又碰到地震、台风来搅局，已经有两个月的时间没有营业的鲤鱼潭船家业者，20号上午是忙着拉脚船避风去。那么船家业者就表示了，两个月来都没有营业，忙着防震、防灾、防台，只希望能够在26号疫情降级之后，能够恢复平常生活。临近的鲤鱼潭一早码头上就有业者拉起脚踏船，生怕烟花侵台带来的强风豪雨造成的业者损失，苦等两个月的解封，好不容易盼到疫情将要降级，又要面对台风侵扰，业者只能感叹今年的生意是雪上加霜。所以我们鲤鱼潭这个船家业者呢，就做最先的这个准备，把船呢拖到这个避风港去避风这样子。然后本来准备好说疫情过了，26号过了就要好好的来营业哈，把个观光再炒哈，再带回来哈。结果呢，又碰到这个樱花台风的搅局哈，因为对我们影响也蛮大的这样子。每家船艇业者都积极进行防台作业，忙着拉船又感叹防疫、防震、防台，希望一切都能够安全度过，及早恢复平常生活。真的，疫情要赶快好起来，不然我们真的哈很惨，没有做生意，台风又来了，然后现在又拉船了。鲤鱼潭业者好忙，没有生意做，还必须忙着防台，安置好赚钱的家伙。虽然辛苦，他们还是必须做。业者只期盼这三个最辛苦的阶段能够早早度过，让美丽的湖光山色迎接游客的到来。记者林杰，邵峰乡采访报道。